相逢梦何时，银针嘛，哈，银针，哎，你普遍都赶快跟平常上课一样，都有慢进拍的情况，对，哎，嘣，你再请，嘣，你再请，好，就五点到了你才唱，哎，来艺术一下，对，噔，啊，你才唱歌，其实我那情况不在哈，啊，你稍微回去再注意一下，你都会慢拍。哦，而且很严重哦，几乎十句有八句，哦，都五班哦，吼，哦，好，这个是变成你个人严重的缺点，因为很多手都会这样哦，稍微注意一下。